请问你在我们附近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AP。Hi，大家好，我系 Anderson。我系 KBB。今日咧，我哋呢个咧台湾灵探三人组咧，终于出团啦！耶、yeah! ，第一次啊，系唔知会唔会最后一次？今日咧，我觉得点样都死一个人。咁你今晚嚟留低啊？Anyway， 咁咧而家咧，我系嚟到呢个台北嘅偏远山区嗰条山路嘅位置，啱啱咧就见到一只好灵异嘅狗行过。咁呢个地方咧 ，Anderson 之前嚟过啦，所以我哋交俾佢讲，我而家还份。好，咁呢个地方咧就曾经咧就有一个男人啦，佢哋有一家六口啦，就因为呢个男人平时有酗酒啦、暴力嘅习惯啦，之后就将佢旗下下面嘅女儿啊，同埋佢老婆咧怼冧咗。个讲法几好，佢旗下系啦，佢旗下，因为佢已经杀咗佢哋啦嘛。哦，所以变相咗咧，开始就慢慢咁样闹鬼啦。因为我本身嚟呢个地方咧，其实我系唔知嘅，系直至到嗰阵时我去拍一啲灵探片啦，要揾地方嘅时候，真系俾我揸电单车无意中揾到呢个地方，跟住我就问当地呢一边嘅周边一啲路过嘅人啦。嗰阵时有噶，嗰阵时有嘅，因为嗰阵时即系呢度都算叫有啲热闹嘅，即系之前都有人行过嘅。但系而家已经隔咗拍呢条片，应该有四年时间。哦，哇，四年仲喺度呢间嘢。系啊，四年噶啦已经。咁变相咗咧，嗰阵时有问啦，咁跟住又亦都打去警察局度问啦，就话即系大家小心啲咁样，嗰个地方最好就唔好入去。咁、我入到去嘅时候咧，就见到有个大卫星啦，见到。只啤啤熊啦，然后见到有六个杯啦，我唔知道个男人系咪死咗啦，咁可能真系有六个杯，但我记得好似系有个女系逃走咗嘅，咁跟住咧就有大悲咒啦等等之类嘅嘢，咁所以转头入去咧，可能大家会觉得个画面都几恐怖嘅，大家有心理准备啦。即係呢一個地方算係以前台灣即係比較繁華嘅地方啦，即係可能大家除咗嚟呢度玩樂啊，嚟呢度休息啊，嚟呢度玩遊山玩水啊，咁變相咗可能亦都會收埋啲小三哦，係啦，小三地區嚟嘅，小三地方嚟嘅。咁尤其是呢一條路都好特別，其實冇人嘅。點解我四年前嚟嘅時候咧係有人呢？因為嗰陣時下面少少咧有啲酒店仲開緊嘅，咁、但係四年之後我見到已經有兩間酒店係已經執咗粒啦，元老已經荒廢曬。係啦，咁所以你見到對面我哋其實都執埋粒㗎，呢間都係酒店嚟，係酒店嚟㗎。而家就成條路可能剩翻喺我哋而家拍嘅豪宅隔離嗰間温泉會館，仲開緊之外，其他都冇開㗎啦。咁啊，而家咧我哋就準備上去啦，睇下啦。今次我哋台北靈探，今次真係算係我嘅第一次喺台北去呢啲荒廢地方。我都係第一次同你一齊去台北，係咯，好似係嘛？你亦都係第一次同我哋，全部都係第一次，全部第一次。係，不過通常第一次就係最刺激嘅。咁啊，而家收拾行裝，準備上去。哇！你唔係吹水喎，真係有人㗎。係啊，我話俾你聽㗎啦，仲要香港人。係咯，行山。梗係唔係啦？住酒店啊！住酒店？你住邊度啊？叫咩啊？我睇下。人酒店咯，哇犀利喎！即刻幫手，系嘛？我就好似行下下，好似行錯咗啲咩？邊個酒店俾我？跟住真係靈異啊！哇，平時冇乜人啊，佢話好多人。緣分啊！呢條路就遇到香港人添。係咯，你真係派神嘛？你喺度拍咩啊？咩啊？唔係拍我哋。喂，行錯啊！唔好再行上去啦。平時冇乜人啊，今次咧就即刻有人，仲要香港人啊！哇，行錯路。可以喺車頭。耶！好，唔該曬你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再見。入面係寺廟嚟㗎，玩開心啲啊，好，拜拜。入邊有鬼，係啊，係啊，喂，你真係幾勁啊！梗係啦，話咗靈異狗啊，喂，真係靈異狗，唔係靈異人士先，又有人，仲要香港人，係啊，你睇下，哇，佢如果再行入去嘅話，入深山㗎啦，已經係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深山？行啦，即係出發。Go。而家咧已經見到個閘咧都爛埋，之前嚟嘅時候仲鎖咗嘅個閘。我 K B 行先，佢話要做個勇敢嘅女勇士。好，我要行最後，好難行呢位，要好好睇清楚個平衡，如果唔係就跌落山崖。大衛星嗰只啤啤，哦，之前你拍過，俾人掉咗出嚟啊！呢只啤啤，青蛙嚟嘅我諗，係咪啊？係青蛙嚟嘅。哪個游泳池啊？之前是滿曬水嘅，而家仲即係仲有寬啦。嗯，呢度有張叫咩啊？金牛吉祥。你荒廢咗幾多年啫？係咯，荒廢咗幾多年？清空咗好多。
你知唔知咧？好似話咧，靈體咧最中意黐埋牆。我嗰陣時咧，我記得拍呢條片嘅時候咧，我即係冇見到有任何嘢嘅。咁有啲觀眾就陰陽眼咧，就話喺呢度見到差唔多有十幾隻靈體喺左右兩邊，即係而家喺個布牆嗰邊個位置。呢度咧見唔到個玻璃個位置啊，即係百寶膠嗰度。咁嗰個以前係擺凳嘅。上面見唔到個布牆上面有個咒語啊。哦，係喎，係喎。佢有個大悲咒嘅，以前係，即係擺咗六個杯嘅。咁中間呢個位置咧，之前係大衛星，中間有隻啤啤熊。我記得係咁，跟住後面每個角落咧，即係每粒星星咧，就有啲錢鐵嘅錢喺度啦。咁可能就施咗啲法啦。咁你見到嗱呢一間房咧，入面咧其實可以入去睇嘅。咁有好多經文嘅，應該仲喺度。咁但係呢一間房咧就空嘅，但係唔知點解上面有個大衛星喺嗰度。但我想問一下咧，大衛星係愛做咩？佢招靈定咩嘢？做啲好似類似西方嗰啲，係咪落降頭嗰啲咁嘅嘢？哦，類似啊，或者招靈啊，即係惡靈咁嘅嘢。咁邊個落降頭？因為嗰陣時候青蛙啊，唔係啊，即係以我所知係因為首先係可能套佛教嘅人啦嚟做嗰啲法事啦，咁之後有啲人就入嚟靈探咧，咁可能就整咗啲大衛星咧喺呢度咧，想做一個招靈儀式，有少少似玩碟仙嘅方式，招翻佢哋嚟。係啦，所以你見到好似好細咁樣，但係其實佢五臟俱全，你要有嘅嘢咧都會喺呢度揾到。係，同埋最緊要咧，呢個身體咧，佢殺曬佢全家人。雖然唔知邊個位置，其實真係我都唔知邊個位置，但係嗰陣時我都入嚟嘅時候，我係好冇膽入嚟，我完全驚嘅，我怕。可能係青蛙嘅靈體。我拍完之後就即刻走添，嗯，即係太驚。但我想講咧，啲台灣靈探，我成日見佢哋衝入嚟就係咁樣啦，即刻問啊，國語四圍問。冇錯，同埋你見唔見到嗰度有好似有幅相？嗨嗨，我来过来他先。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你是来拍摄哦？哇，喂，你边个？我这个是像嚟嘅嘛？系咪有少少似我同你嗰阵时去九龙塘？系咯，嗰啲 feel。但系佢呢个系像嚟嘅，佢唔系真系一个人嚟嘅。不好意思，喂，不好意思啊，呢个唔知咩嚟嘅，佢挤鸡蛋，后边嗰幅系咩嚟？成三成，嗱呢個位咧就有個攞紅色油去畫嘅大衛星，上面係寫有對鞋喺度，係咯，仲要對住個房門口啊，咁我望下先，呢度就廁所啊，同埋應該睡房啦，都冇乜咩嘅。好啊，冇咩特別嘅，我睇下有冇啲咩磁場啊。Suppose 應該冇電嘅，所以應該唔會有咩嘢嘅，係。你如果有咩嘢就同我哋講。咁你上次你呢度有冇咩事發生咧？廁所閂咗嘅，以前嘅時候，因為我係有聽到好多聲啦，但係嗰種聲音係唔係我自己聽到，係後屘時候拍完片之後。是剪接的時候聽到的，因為有時候往往都是我們去靈探的時候是好像沒什麼 feel 喎，這個沒什麼喎，但是回到去剪片的時候才會多一些奇奇怪怪的雜聲出現，因為畢竟這裡是曾經發生過殺人命案的房間，那多多少少都一定有些靈體會繼續累積在這裡。我們逐個逐個位置，我現在在這個位置是用靈的盒子。請問都精油好兄弟在嗎？嗯，有啊，系咪听到？我听到有讲嘢，但系我唔系好清晰。你听脚步声？我未听到，但系头先咁入油系有嘅，我直接听到好细声。头先个脚步声，咦？咩声？咩声？吱一声。唔系部机，呢部机系咪？唔系部机，似系嗰啲螺丝啲门喐嘅声。剛才有腳步聲，我肯定有腳步聲。剛才用靈盒子的時候咧，後邊有啲噥噥噥噥噥咁嘅聲，我就望住你，我睇你有冇行，睇你冇行到。我未聽到，試下。請問你在我們附近嗎？喂，我在這裡，我在這裡。哇，哇，你在這裡啊？你在這裡。雷恩聲。啊，雷恩聲。
呢度被杀害多女士啊？你在这里？你是哪一个？你是女儿还是妈妈？我一直在等。现在你在哪儿？那纸啊？五包钱。我在。还要加一个电脑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可以靠近一下我们啊，我们有一个机器，就是有信号可以感受到你啊。会不会多谢？不会吧。这里是安静，我要加。好好好，我哋睇住嚟噶。不好意思啊。系啊，唔好意思。哇，好犀利啊！今次劲到系，连我哇，我屌，听唔到声？听唔到。未听到。头先我听到呢个有声。咁不如你都试啊。我听到头先系，系嘛？哇，而家冇管动，我呢啲反应好正啊！我第一次咧系另外一次听到国语咧系咁清楚，再加埋我系。因為而家靈探咧，我係比較少聽到真實聲音喺耳仔邊。頭先我係聽到喺呢個位置。你好，你是不是在門口啊？你是在門口吧？我已經問你一句。問你問。你現在在門口吧？對呀，什麼對？我们这边摘啊，直接就直接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照片是你们之前住这个家的时候已经放在这里吗？还是是外面的人放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就跟我讲是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讲不是。谢谢你。即系佢哋呢个，应该就系佢哋，因为我嗰时嚟未见过呢张相。但系我见到大悲咒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有啲关联。我听到好似话对咁样。快啲快啲！好，火场见唔到啊？应该系另外一间火场。好好好好，谢谢。呢边咧就有到唔知咩火啊，又系。了解嘅朋友咧就欢迎留言啦。我哋而家出發第一間房，我覺得感覺又還好，不過就頭咧就叫做有啲醉啦，唔知。但系咧就冇嗰啲喺酒店嗰種頭痛。都有。喺呢度都係公仔喎。嗰陣時有啊，已經有。哦。但係以前咧，呢啲經文咧係收埋咗喺個書櫃入面，我記得係、印象記得啊。但係而家係散落滿地都係啦。嗱，大悲咒。誒。呢度有一個好靚櫃，地下啲經文。你唔覺得啲好似咧啲抽嗰啲籤？佢好似嗰啲八卦咯，我覺得。係咯，同埋似八卦。同埋你睇上面嗰個牆上面掛嗰啲嘢咧，會唔會係即係擺啲人哋咪有啲擺啲神主牌？哦，擺啲嘢嗰啲。台灣嗰啲會唔會咁？都會嘅。咦？哇！點啊？有相？呢度都有相。唔係啊，當年嘅相。嚇！咁犀利。之前你有冇見過？未見過啊！哇，有封信添喎。話俾大家聽，等過一陣子工作事情又安定了，不必再接受世偉的錢，我會把你接走一起住。而這些時候，我每月也會給你一點生活費，好嗎？我不想面對和你是這一些事情。係咪好難睇其實？其實有少少似，會唔會係咧？呢、這個家庭係小三嚟嘅。啊，真噶！你可以 zoom 俾大家睇。哦，保用我拿次啊，可不可以我拿次啊？冇咯，冇掂啦，冇掂啦！真的真的真的冇掂。为什么？掂啊，冇掂啊！但你要 zoom 大啲，因为其实啲字都好明显嘅。哦，是啊，即系最好我哋入到人哋个哦，对。各位见唔到？隔篱幅相咧，佢哋嘅合照。系啦。哇！但系你之前嚟冇？冇啊，完全冇呢啲嘢啊。诶，小妹。咁所以有可能系小三，我就系话咯。哦，嗰啲之前你话咩小三嘅区啦，应该系。系啊。哇哇哇哇！听唔到有男人叫咩？听唔到男人叫咩？听唔到啊！有男人叫喎、啊。有咩？有啲牛蛙喺度。
唔係啊，唔係啊，佢牛蛙係而家叫緊啦。頭先係有一個男人咁樣，呢啲係牛蛙啦，而家出邊叫緊都好明顯啦。但係頭先係男人聲嚟喎。我在這裡，再問一下。你好，你是不是在這裡啊？我剛剛聽到一個男的，是不是你啊？冇乜聲啊！佢應該覆咗你㗎啦，但我哋聽唔明啫。可能錄低咗，地下本咩嚟？睇下本嘢。咩？嗱，仲有啤酒啊！我都係酒嚟，點啊？有啲虧錢添。係係。唔簡單。仲有冇第？你都好 lucky 喎，嗰啲歌。梗 lucky 啦！真係相同埋情信都俾見埋添，個故事就更加清楚啦。會唔會因有可能佢要去殺佢嘅原因係點？連埋啲女兒殺埋喎，但佢自己都死埋喎，好似係咁複雜，會唔會係佢老婆殺曬你？我唔知喎。有聲咩聲？我唔知點樣形容嗰個聲音。吹口哨。哇！係啊，係唔係啱啱係一下吹口哨？係啊。哎呀！又有兩下。係有吹口哨。你啱啱又話有聲，就即刻牛蛙唔叫，出聲。有吹打。旁边仲有个厕所。哦，嗰个通去嗰个厨房嚟噶，系嘛？好，我问。打扰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呢度就个泳池。呢度都有本《金刚经》，哇，有啲香喺度。呢度就通去个游泳池。哇，咩声啊？我应该。啊？聽到我的聲音，是不是我啊？不知道是不是我啊？還是有其他聲音？剛才聽不到，這樣嗎？這樣喔，你們兩個聽到？聽不到。很大聲，剛才是，這樣喔，好像有些氣噴出來的樣。我又沒放氣喎。對，我以為，誰那麼funny，無緣無故在那裡噗一聲。不是，這下牛蛙，這下牛蛙，這下牛蛙。這個位置有人招過靈，因為它有點香。都似是。哇，今天就入嚟問下問題，已經好犀利曬。好啦，你可以扮懵關事奶嘛？如果你真係，你可以動一下，這裡動詞嘛？冇嘅，你又冇回應。我覺得似係冇咗喺呢個空間。係，我冇回應。所以我睇到上面嘅報紙咧，因為呢個報紙已經喺2006年已經停刊咗。所以呢度應該如果咁樣計嘅話，應該荒廢咗16年咯，即係最耐嚇。好啦，出嚟啦，簡單嘅靈探啊，只係一間小小嘅屋咧，哇！啲回應係咁重，仲要國語喎，我未試過聽國語聽得咁清楚，全部好清晰，話曬啲文字俾你知喎。係，哇！唔係我諗係引導我估，咦？你熄咗添喎？你熄咗？誒咁得意嘅，又開又刪嘅定啊？但我哋剛才離開的時候有講拜拜的嘛，有我覺得今次來呢反而那種惡意沒那麼強認得你是的，我上次來的時候是真的，因為那時候我一個人來是完全是有一種壓迫感，因為那時候的傢俬啊、那些餐具啊或者床呢都在那裡、但是現在今次來是已經被人清空了很多，很友善啊，剛才他們直接是說沒差劑這樣、KBB 沒什麼感覺呢？都還好，不過是找到張相同埋啲信。喂，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 lucky 嘅，即係因為咧，我上次嚟係完全睇唔到有呢啲咁嘅信物啊。咁我唔知係咪因為人哋清空嘅時候將佢哋呢啲私人物件清咗出嚟，咁啱我哋今日嚟就全部見到曬。如果你冇阻止我，成張拎起啦。係啊，但係因為費事啦，費事驚即係有咩事發生啊。咁所以多少少保障大家安全。好似成本相簿睇咁先。係咪啊？可能成本真係咁大咁厚咁啊！哎，我諗到啲再恐怖啲嘢，你唔係話殺咗全家嘅咩？又有入邊影曬啲相，唔係或者可能有一家人嘅，可能一家人嘅合照之類。Oh my god！ 不過唔緊要嘅，我覺得咁樣留翻啲神秘感俾自己都好些嘅。如果再有人去的話，唔關我事啊！你去就不過，但係到時嚟我可能殺咗都唔定，都唔知。我發覺到咧，其實咧啱先咧，我哋喺間房出嚟咧，有股熱流咧喺個大廳嗰度。
係嘛？嗯，但係我唔知道大家感唔感覺到，但係反而廚房又冇乜嘢喎。咁就大家感想就係咁樣啦嚇，再拍落去咧就過熱噶啦。冇錯，係啦，大家中意最緊要。咁啊 ，anyway 啦，咁謝謝呢個 Anderson 咧，今日咧尋找呢個地方啦，同我哋一齊去啦。咁遲啲咧，我哋應該會有多啲唔同嘅影片啊，同埋 Anderson 可以一齊我哋搞大佢出靈探，搞大佢。咁啊 ，KBB 亦都係會一齊搞大佢嘅。咁今日就係咁先啦，要食飯啦。哇，好肚餓。喂，多支持啊，大家。係，真係多支持，有隻飛過好似。係啊，食飯先，拜拜。拜拜。下面好多資料 follow 埋，拜拜。